只能往前走。五年后，十年后，到这时候回过头看一下我自己做了什么。是他为自己的家乡旅游代言，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参加了很多的扶贫行动，把自己的关注度化成力量，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非常感谢传奇人民对我的家乡的帮助支持。欢迎来到四川，四川欢迎你，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甘孜里头来做客，谢谢。也希望通过自己帮助更多的人，希望游客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人喜欢上李汤，因为先有了李汤，才有了我。我是丁真，以前我的生活是放牧、挖松壤、挖葱草、骑马之类的。他现在活到这个程度了，自己就没有觉得自己很火，或者说没有膨胀，一直会有他刚开始在我说的那个藏区的那种类似于小孩的那种气氛那种状态在，我觉得这个很好。就他笑起来的时候，这种漂亮的一个笑容啊，然后洁白的牙齿，包括他相对有点羞涩，都会让你觉得这个孩子是有一种非常纯净的东西，是有啊这个人格魅力的。我也之前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丁真的那些状态啊，确实，当我真正他出现在我的监视器里面的时候，我也被他那个笑容就震撼到了。很希望在一个更远的远景下，丁真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单薄的骑马少年，我们希望在一个理想情况下，他是一个非常丰满的人，做自己的想法和爱好。我的印象就是他还是很纯真的，很淳朴，然后也挺聪明，一切的东西对他都挺新的。接触他本人之后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的，就我觉得他比屏幕上更帅气，而且非常的善良、可爱、真诚，然后还非常的热情。玩，二次性就是玩，人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年还是这样的状态 OK 吗？我看如果明年不火了，不会无所谓，我做一个